想喝喝欢喜朱古力的，我想喝冰淇淋，先煮 QQ 的珍珠，开水下珍珠，边煮边搅，全部 QQ 浮起后转入小火煮15分钟，再加盖焖15分钟，捞到200开里搅拌，挤掉粘液，再捞出来加糖，搅拌均匀，水不用沥太干。瓦嘎利贡茶底后，用台茶18号电红或者西兰红茶都可以，加热水泡5分钟，再加冰块搅吧搅吧，马上就能用。哇，2个冰淇淋球，冰淇淋做法超简单的，下起胶，好，放几大勺珍珠，2个冰淇淋球，再加上茶底，等等等等等，搞定。偷偷告诉你，冰淇淋最后加比较好看。试一下有什么东西，来，冰淇淋神，快来关注我啦！